女がたどり着いたのは最果ての地。そこは行方不明の父と過ごした小さな船小屋。帰るよ。ねえ、コーヒー飲んでいかない？ママのお仕事はこの辺にないんだもん。ここで働かない？あの船小屋でお父さんを待ってるのね。私父に会いたいの。会って取り戻したい。最果てにて優しい香りと待ちながら。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从大学时代起便参与电影工作，曾先后与侯孝贤、杨德昌两位电影大师共事过的江秀琼导演推出电影长片《宁静咖啡馆之歌》。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导演为我们分享。秀琼导演好，凯英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秀琼导演推出人生中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呢，就是一个跨国合作的案例，是跟日本电影东映电影公司合作的。我们从预告片里面看出来，它就是完全是日片的气息。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这次合作的缘起呢？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我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剧情电影会是一部日本电影。那这个起源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的纪录片《乘着光影旅行》在金马影展放映。那东映电影的制片刚好来到台湾，然后看了那个纪录片，然后后来陆续又有机缘看到我的《跳格子》短片跟《艾草》的电视电影，所以他觉得我的整个电影的风格很接近他现在想要进行的一个 project， 就是宁静咖啡馆之歌这个案子。对，所以他就对我提出了邀请。所以这样子的故事其实是他从一个杂志上面所引发的他有兴趣的题材，对不对？为什么会拍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呢？大久保制片他10年前的时候跟太太在吃早餐的时候，然后刚好在杂志上看到了一则报道，那是一个关于咖啡的女烘焙师，她原本在东京有她的事业，那后来决定放下东京的一切，回到她的故乡，就是能登半岛株洲那边再重新开业。那当时她周围的人都不看好，但她却坚持要回到故乡。那后来当然证明她就非常成功，所以会杂志上会报道她的咖啡事业。那后来她的咖啡豆就是网购在日本算是排名第一名。那所以那个对大久保制片来说，因为他自己也是乡下的孩子，然后到东京这个大都市打拼，所以他觉得这个例子对他来说非常的激励，因为他不太敢做这样的决定，所以他就想要把这个故事拍成剧情片。那这前后之所以这么漫长，是因为当然前面他也有找过日本的导演来进行，但后来发觉没有那么适合。那直到4年前，我说2010年的时候，就我们认识了。后来他觉得，可能我就是这部电影他要找的导演，所以就对我提出邀请。那4年前为什么有这么漫长的过程，到现在才完成？是因为当第一时间他对我做邀请的时候，我其实我会非常谨慎的评估，因为当时我知道那是他已经进行六年的梦想，当时觉得已经够久了，没有想到真的完成已经10年了。那也是他真心就是真的很想拍摄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自己不会日文，然后对日本文化也不敢说有多么的深刻的了解，所以我的评估就是我到底真的能不能帮得上忙。那后来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他飞来台湾对我做了正式的邀请，就希望我能够答应，就跟他们一起努力把这个梦想完成。那天刚好是3.11，也就是刚好发生了日本三一大地震，那他人刚好来到台北。所以我那时候去旅馆跟他会合的时候，他正在很焦急的在柜台打电话跟他东京的家人联系。然后我记得他跟我说，我无法想象
日本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简直像电影的场面一样、嗯、但是我人居然在台湾，是，那这是一个很让人哀伤的事情、嗯、那后来他第二天回到就很顺利的，就是有班机还是回到东京、嗯、然后我持续的看新闻的报道，真的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嗯、那当时我觉得这个店应该就是这样搁着了吧，有更重要的事情、嗯、更要紧的事情要去处理，对，但没有想到整个拍摄团队继续进行，没有受这个影响、嗯、然后所以我就转念想，也许怎么这么巧，就是三一这一天，那也许冥冥之中好像是一个预兆，应该要把这个电影拍出来，也许、嗯、对很多人来说可以有一个宁静疗愈的力量、嗯、那如果命运送到我眼前，那我就尽我所能，不要想那么多，所以后来就决定接下这个任务。是，所以这真的是制片他十年付诸实行的一个成果。对，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他这个故事是有一个原型在的，那最后改编成为了宁静咖啡馆之屋，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呢？我刚刚说那个真人真事的题材，就是一个女子她从东京回到她的故乡，那主要是在等待她的失踪八年的父亲，那她父亲是一个渔夫，那她在他们4岁的时候因为父母分开，所以她选择跟着母亲，所以就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了，那相隔已经30年了，那当律师找到她说父亲已经失踪八年，那留下一个破旧的船屋，嗯，那其实她可能很早就想要回去看父亲，但是这么多年没有联络了，她也想说也许父亲有新的家庭或新的生活，他不便打扰、嗯、那这时候律师找到他，他觉得他该要勇敢地面对他对他来说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缺口，嗯，他要想要再去弥补，所以他就回到那个城市，嗯，回到那个他的小时候的那个故乡，对，那后来就遇到在旁边有一个开民宿的一个单亲妈妈，佐佐木希饰演的，嗯，那这个民宿也没落了，因为在那个当地也没有什么游客，就是没有什么人潮会到那个地方，所以他不得不到离当地最近的一个都市金泽那边，在酒家上班，嗯，那留下两个小孩，这个独自生活、嗯嗯、所以两个小孩就跟永作博美这个角色有了连结，嗯，那最后两个女性从误会到后来互相相知相惜，互相支持，互相弥补了彼此的生命缺口。是，那片中的咖啡馆名叫夜莺，其实在里面也有引用了宫泽贤治的童话代表作夜莺之心，是怎么样子的连结呢？嗯，那夜莺之心主要是就这个故事主要其实是这个女主角永作博美饰演的甲这个角色的一个象征，就是说她一直都是一个人，那她是一个很专业的咖啡职人，在电影里面我们有塑造他比较神秘的一些背景，就是知道他是一个人，但不太知道他之前到底在东京发生哪些的故事，对，那其实这个夜莺之心，这个夜莺一直在找寻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嗯、那他不是老鹰、嗯、但是他的亲戚其实是很漂亮的翠鸟跟蜂鸟，对，那所以他非常的自卑，然后又带着罪恶感，因为他其实心地非常善良，他不愿意再吃虫子了，他觉得要吃虫子的生命维持他自己的生命，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连结，嗯，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挣扎，当然他很孤独，那最后有一点像是一个破茧而出，燃烧自己成为一个永恒的夜莺之心。宫泽贤治这个故事他本来就有非常多的象征，那不同的人去解读有不同，找到他不同的他的解读的意义，嗯，那其实我们在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也是希望故事的情节不复杂，很简单，围绕在这两个单身女性，她所探讨她讲的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其实有很多的面向，就像她谈他们的友情，可是感觉又很像亲情，他们最后很像家人一样的互相依赖，那她讨论永作博美对父亲的一个向往，那虽然是亲情，但是又好像是某种爱情的一个等待一样的痴迷、嗯、所以其实我会希望观众能够在这部电影
找到各自他属于他自己能够解读或是他能够 对应照的一个情感连接。嗯，演出博美是值得我们等待的，所以除非他自己不愿意演出，那不然我还是要等到他有非常开放的心，想要互相的理解跟了解，所以反而我们能够激荡出来的火花是比我预期的还要美好的。永作博美跟模特出身的佐佐木希所担纲演出的，所以这导演这次跟这两位女演合作的状况怎么样呢？好，永作博美当然本来就是我非常欣赏的演员，那我他的经验也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刚刚还没有讲到，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这么漫长等了四年，就是因为好不容易敲定永作博美作为女主角，是。那当他首肯愿意演出的时候，对我来说像是吃了一个定心丸。在我们准备要筹备的时候，他又怀了第二个小孩，所以他对剧组非常的抱歉。然后那时候跟制片商量说，要不要等待永作博美，还是说我们要决定要换角换人。那我觉得永作博美是值得我们等待的，所以除非他自己不愿意演出，那不然我还是要等到他。是，所以才又耽误了。又再等了漫长的一年才开拍。对，那永作博美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的是说，他其实本身的能力跟经验都非常的足够，但是跟他工作的时候会觉得他即便是这么有经验，但是他却依然这么的谦虚。那他对我这个外国导演其实是充满非常多的善意跟好奇的。那因为有非常开放的心，想要互相的理解跟了解，所以反而我们能够激荡出来的火花是比我预期的还要美好的。那佐佐木希的话，就是说他本身的条件非常，外形非常的靓丽。那在之前的演出，一般对他的定位还是属于比较偶像型的。那他这次刚好我也很幸运的遇到了他，正希望激励自己能够转型，转成一个演技派的真正的演员。那所以他其实这个角色他付出很多，然后在开拍之前我们就有很多的工作，包括对角色剧本的讨论，然后我跟他做了一些表演的训练，或者应该说练习，让彼此更多的了解，让我了解他的一些表演的可能性。所以有了这些的信任之后，在开拍虽然他的经验没有那么够，那其实永作博美常常他们的对戏，永作博美也有蛮多的耐心等待他，给他多一些 take 的机会。到最后四位主要的演员他们的情感的关系甚至像家人一样的亲密，然后感情非常的好，所以到最后最后的演出我可以说几乎是自然流入。是，导演刚刚说你犹豫要不要拍摄这个片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不太懂日文嘛，可能对日本的能登半岛也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或许因为这样子给了他们一个新的视角来拍这样子的故事。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台日之间制作上面的差别跟交流呢？好，我要不是接了这个案子，我更不知道能登半岛跟株洲在哪里。是，所以在我们剧本初稿第一稿出来之后，我就要求说我必须要飞到能登一趟，否则我没有办法掌握到那个气味。所以那制片也很残忍，他就只让我自己飞过去。是，然后就叫那一位我说的原来我们主角原型的那位烘焙师来招待我，来接待你。对，但是我们两个，我不会日文，他不会中文，然后我们两个的英文能力也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用比手画脚跟写汉字的方式沟通。是，那我从台北飞过去那个地方就待了几天，我真的觉得很像充电过一样的感觉，非常的静谧，然后非常的很保留很多传统的元素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好像整个心灵被洗涤过一遍一样。然后看着 Yoko-san 他的整天的作息，然后看他如何对待那些咖啡豆，怎么接订单，怎么样一个人一直在那个海边的船屋听着这个海声，然后不断的烘焙咖啡，乐此不疲。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对咖啡的爱跟那个所谓日本职人的这种专业的感受。
然后才回来再跟编剧再去沟通怎么样修改这个剧本。那当然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我有找到一个我自己属于这个题材的一个支撑的力量。那当然拍摄已经做了很多的心理准备，就是日本的方式跟台湾的方式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对，的确是比想象中的还要大的差异。怎么说？好，那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日本团队非常的专业，所以非常的谨慎，所以每一件事情在事先都会规划得非常的严谨。那也因为这样的谨慎跟严谨，所以其实真的到了现场需要做大的变动，那是不被允许的。对，那会吓坏他们的。那台湾的方式就是有很多的弹性，所以在现场导演可能可以发展跟演员可以激撞出很不一样的火花。对，可以有很多的现场的灵感，即兴。对，即兴的灵感。那说白了一点，就是在台湾工作的话，导演可以比较任性一点。任性的空间比较大很多，比较区间比较大。对对对。那在日本的话，但是这个经验就是说，虽然他们比较难以做大的变通，但是我也享受到他们的专业，就是每一个部门他们早就想的有些时候比你还多，还要仔细。主要的场景船屋是我们搭设出来的，所以所有里面的所有的道具，大小道具都是从东京载过去的，所以你要临时才要做一些改变是很难的。对，所以他们的规划非常非常仔细。有些尤其是美术组让我觉得他们设想到的一些贴心的设计，我会被感动到。那个不是剧本上写到的，那绝对是一些生活的灵感来的。当然也是因为很多人问我说你跟两位大师工作后的感想，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不应该这么早放弃我的拍片生涯，我应该如果我还能做，我应该要再多付出一些。也就这样的顺着命运送推过来，我就好好的把握。寿雄导演曾经跟台湾新电影的两位大师侯孝贤跟杨德昌两位巨擘合作过，所以他们带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好，我常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办法这么清楚的分析我到底他们对我的影响到底表现在哪里。那包括这次的宁静咖啡馆之歌完成之后，我其实也没有这么去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去多想到底这部片子是要日本味还是台湾味，或者是去想象他们的差异，其实没有，就比较是还是凭着自己的直觉，然后自己的眼光跟角度去看待每一个环节。那所以我觉得台湾新电影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来自于，我觉得已经到了灵魂的深处，不是这么具体的我可以理性的去思考跟判断的。那很多日本观众看完的反应会觉得这部电影很台湾。哦，很台湾。对，是。但是就像我想凯英一定会觉得很惊讶，因为就像凯英跟其他的台湾观众看完以后就觉得它就是很道地的日本电影啊。对。日本观众给我的回应是他们觉得某些的镜头的使用不像是日本的习惯的拍摄方式，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会比较留白多一点，有一些的戏剧表现的情境会比较含蓄一点。是，那这个可能就是他们所谓的比较台湾，但他们很熟悉的也是这两位导演，就是侯孝贤导演跟杨德昌导演，所以他们会觉得在影片中的确有看到这些痕迹。那我自己如果要自己来分析的话，我觉得这两位导演对我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于创作的态度。就是说对于想要完成的事能够坚持到底的态度，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影响我很深的。然后以及我对电影的非常崇敬的一个态度，也是来自于在他们两位身边学习，因为我看到他们对电影
要完成一部电影是非常的辛苦，然后非常的自我要求非常的严格，对，所以要完成一部电影不容易，然后也耗费了非常多的资源，那所以在每接一个案子我的考量也会比较多一点，比较慎重一点。是，就像秀琼导演说的，就是其实两位大师对创作都有自己非常就是不为所知的坚持，所以秀琼导演其实也有参与过古岭街杀人事件、少年杀人事件的演出，也有自己做过助导、做过表演的指导，然后自己也有拍纪录片，也有拍剧情片，所以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为什么一直想要做电影创作呢？我严格来说，我真正的拍了我自己的创作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我自己写的剧本，到完全照我自己的心意拍摄的是《跳格子》这部短片。对，那这部短片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是我拍摄生涯的一个转捩点。嗯，因为当时我已经是一个小孩的妈妈，嗯，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不太可能再回到拍片的这个生涯。对，那我的当然有一些感伤，但是就觉得人生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反而抱着一个必须要放得下的心态。但是因缘际会，我不小心拍了这部短片，然后得到了一些肯定。我当时其实是抱着最后一部片子、最后一个作品的心态去拍。最后一个作品的心态，对。但是他在影展上就得了一些斩获、一些肯定，然后也有比较多的邀约，然后。在同时拍跳舞的时候，在同时拍《乘着光阴旅行》的纪录片，当时的起心动念也是很小的一个起源，只是希望，台湾念电影系的学生有更好的教材，对，就是只是这样子而已。然后也觉得他不会有太多的观众对这样的题材感到好奇，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也许我退到幕后，在幕后我可以做这样小小的分享。嗯，然后但后来两个作品都超过我的预期，有很多的很好的回响，那很多观众跟我反映他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自己在回想觉得当然也是因为很多人问我说你跟两位大师工作后的感想，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不应该这么早放弃我的拍片生涯，我应该如果我还能做，我应该要再多付出一些。也就这样的顺着命运推过来，我就好好的把握，也就这样一直拍下来了。那包括我觉得日本电影也绝对不是我原先可以计划之中的一个机缘。那到现在的话，我会觉得对电影来说应该已经是一种使命感，就是能拍就还是要继续拍下去，然后那不能拍的话也希望自己能够对台湾的电影的环境能够有一些贡献，有一些可以使得上力的一些部分。是，那最后请秀琼导演帮我们说一下宁静咖啡馆之歌你最推荐大家的地方在哪里。这部电影它可以看完之后会有一个很沉浸的力量，就是我很希望观众能够到戏院去看，因为它的步调比较慢一点，然后它的情感比较细腻一点，所以我会建议观众带着咖啡然后进到戏院，然后能够安静的去品味这部电影。那我相信看完的观众可以能够有一丝温暖在心里，那我更期望能够从这部电影里能够得到一些力量，继续面对平常生活的琐碎或是一些烦扰的事情。今天非常感谢秀琼导演帮我们分享新片，谢谢秀琼导演，谢谢。